看好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商机，南加州一家知名的华人珠宝商庆祝商场全新装潢完成，并且引进更多顶级的名表品牌，又有舒适又豪华的购物空间以及多样化的代理品牌，让每位消费者都买到心目中最理想的母亲节好礼。感谢妈妈。宽敞明亮的大厅，加上各个品牌的独立专柜，这里是李新华翡翠金城重新扩大装修的核桃式分店。为了纪念品牌成立50周年，业者还引进另外6款欧洲名表品牌，希望借由顶级的购物环境和完整的品牌代理，迎战即将到来的母亲节商机。我们很高兴，本来都有很多的很好的牌子给我们做代理，现在在这个情况，我们可以有机会在这个 IWC 啊。JLC 啊，这个伯爵啊，Bulgari 啊，Panerai 啊，Lange 啊，所以很多很好很好的牌子的。秀出瑞士奢华品牌伯爵表，业者表示这是今年的最新款式，特色是可变换3种造型，也有镶满钻石的奢华款，精美实用，最能满足母亲的各种社交需求。我觉得伯爵呢，它有出来一些很新的钻石手表啊，会戴上去好像手链一样，但是又是一个手表，又很漂亮，牌子有很好的名字，所以这个我觉得有蛮好的推荐啊。还有这个Bulgari， 这个 Bulgari 他们有很多的很斯文、很漂亮的女生的钻石表，这个又是一个蛮好的母亲节的礼物。不止钻表，商场2楼还陈列了更多翡翠、碧玺、黄金等各种经典珠宝款式，适合送给传统东方妇女，甚至还有年轻人喜爱的施华洛世奇水晶推出半价优惠。另外，只要消费者在母亲节期间消费，就送精美礼品。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踊跃前来选购。东森新闻马丽婷、彭迪，洛杉矶采访报道。